召唤。有没有？看一下没有。哎，两张 SR 卡。哎，银色抽到了。无名银色，罗喉神初创双死之一。那我几乎 SR 卡几乎都有了。我这边应该都重复人了。两张 SR 卡，好，再来继续。有吗？有吗？没有。哎、欸，这次不欧了。哎、欸。哦，又是银色，哎、欸，奇怪，怎么连续抽到他、啊？连续抽、欸，哎，好吧，虽然我本来就想抽银色，可一直抽中，我也是挺困扰的。第三次，哎、欸，有了，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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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啦！第三次抽中 SSR，、欸、我真强！哎、欸，又开始欧了，又开始欧起来了！然后就抽到夏侯仪啊！太猛啦、啊！两张 SR 卡，哎，连我都佩服我自己啊！好，第四十抽，我不要剑平，我只要寒月，寒月快出来吧，寒月！哎、欸，又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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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哇，七彩两只哎，两张啦！怎么办？我运气用完了，公测怎么办呢？台版公测怎么办？哎，太欧了啦！该买乐透喽！可是耿云一欧有了，哎，太强了啦！哦，韩千秀，韩千秀，韩千秀，很难得哎，这个地方，不是，我说抽到这张角色很难得，这张角色真的很难得。哎，韩千秀这个与世必练啊，这个是必练的。哎。我都佩服我自己了！天哪，这次第十抽就中了、欸！哎、欸，我现在四十抽已经中了三张 SSR 卡了，所以我对紫风还好。射程大幅缩水的韩千秀，但好歹也是还是很强的。啊，卡住啊！不行啊，不能卡啊！哎、欸，我、哦、还好，中了吗？
没有，这次没有。韩天秀没语音，对，目前没有。嗯，就一张，这次就一张。好，来第六十抽。抽到的爆音了，又爆！哦，影音凤、乌龙针，哦，三张 SSR 卡，三张 SR 卡，第七次，因为爆音了，我再重开。好，第七次抽。吗？没有啊，不欧了，开始又不欧了。我是不是 SR 卡的角色几乎都有了、啊？好像都有了。对，都有了。SR 卡角色几乎都有了。两张，第八次。好，再一次。好，八十抽，第八十抽。哎、欸，没有，啊，不欧了啦。你今天音色倒是狂抽到。都是一只多，好，这是第八十次嘛，一张，第九次十抽，好，第九十次，没有。香环子，哦，赫兰铁函我也有了，这基本上 SR 卡我应该都有了。阳环、赫兰铁函这三只，好，再来第100抽，就没有了。欸、我几率应该提升才对啊。几张啊？一二两张 SR 卡。第十一次十抽，110抽。我看一下哦。哦，哎、哦欸，真的不欧了、欸。你看，现在已经。9.5%还没有中啊！刚才2%我中一大堆是怎样？无眼，该不会后面都中不了了吧？好，110抽，角落画圈圈，哎、欸，中了！谁给你目标30啊？一张。中谁呢？哦，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寒月姐姐，我叫风寒月，敲什么？没见过有人天生是紫瞳的吗？哎、欸，风寒月眼睛是紫瞳色的、哦，中了啦！大奖啦，中了啦！然后无言。
水啦！我不小心把一个人留言按掉了，不好意思，五六一九，不好意思，五六一九，不好意思，韩月就是正。好了，后面不用看了。水啦！好，重置，变两趴了，124，120抽。啊，有卡住，没有，这次没有，没错，帅美萌是一辈子的事情。那、啊、这边都有了。哎、欸，我今天音色狂抽到哎、欸，今天什么日子啊？音色日哦，四张，现在不流行妹妹头了。欸，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那我们要进行130抽了，还剩下12345，还剩下50抽。然后喜欢我频道，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我刚刚是不是有讲过了？好，我们宣传一下丁丁姐手游来社群，然后可以加入，扫一下这个 QR 右上角 QR code， 或是点连结，输入密码334568。好，我们继续吧。130抽，又爆音了，怎么一直爆音啊？怎么抽卡一直爆音，奇怪。好，这次没中。哦，航空杀有中航空杀，航空杀抽到的几率蛮低的，两张 SR 卡。这个是140抽，没有，没中。陈一峰，好，这边应该 都抽到过了，几张啊？一张一张卡，第15次。来来来，没有，没中了，运气用光了。都慕容针，慕容针今天也抽到蛮多张的，两张 SR 卡，第16次。160抽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没中。啊，没了，看起来应该没机会了。又是龙叶，最后一次170抽了，啊 ，Go！ 哎、欸，等等等等，看一下哦，因为3.5%我还没有中哦，哎、欸，真的是，角落画圈圈，该中了吧？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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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。我不要重复就好了，一张哦，一张是谁呢？哦 ，SR 上公园，寒雾沙，谢谢各位170抽紫峰 get， 紫峰，
哎，谢谢各位。然后170抽，我们的战机是几张？SSR，你看一下哦，一张、三张、四、五张，五张 SSR 卡，170抽，五张 SSR 卡，哈哈哈哈。好，我们抽到韩天秀、耿云一、风寒月。哎、欸，今天好精彩哦！就今天这么精彩，竟然没有像上次的那么多。然后紫风，哎、欸，还有一张谁啊？夏侯仪。哎、欸，夏侯仪哦。好，我们总结一下：五张170抽，五张 SSR 卡，不要退订啊！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韩千秀、耿云一、风寒月、紫风、夏侯仪，紫风也没语音，对，决定了，明天买一张乐透吧，不要再倒账了，搞什么东西？哦，好想要这个账号哦。哎、欸，都今天都抽到，今天就有抽到2张是重复的，其他都是没重复的。好，今这个这一集170抽，我相信大家很满意吧？OK，好。